那个428、429，上次谈到的那个 PCR 聚合酶链锁反应里面，我们再延伸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方向就是有时候在复制 DNA 上面，不是纯粹只是为了复制 DNA， 而是因为我们想要透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然后要去比较 DNA 里面的内容，其实是有不同的。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做详细的 DNA 的比较，有一种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这应该有听过。所谓的人类的基因解码，那就基因组计划，其实就是为了要把人类23对染色体的这23种染色，23种 DNA 里面的核苷酸的排列组合把它解出来，所以它实际用的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所谓的 DNA 的解序。它应用的技术就是这个，然后所以把核苷酸的排列组合解出来，到底有什么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起码可以建立一个非常详细的资料库。然后可是解出来之后，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们不是很肯定解出来的内容里面哪些地方是真正有基因的。就有些参考前人的研究里面，他们可能会抓到说，有一个段落里面可能是某个基因在这个地方。那解开之后，我们大致上已经可以了解那个基因的大致内容，因为人跟人之间毕竟有遗传的差异。所以你解开之后呢，只能代表一般性的内容。那没有办法凸显出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性。所以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在做 DNA 的解序。那解序，我下次我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解序的传统的做法里面怎么解那重要是解开之后基本上如果你现在为了要比较两个人之间的遗传是不同的，然后你就直接贸然的去做那个 DNA 的解序，那这个工程会很浩大。光是为了全人类这个工作做了快10年，这已经算了不起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只是为了做一个亲子鉴定，然后呢，把这两个人的 DNA 然后取出来之后，然后去做 DNA 的解序，对不对？这还得了？你看所以这个是在做 DNA 比较当中能够达到最详尽的内容的方式但它显然的，在多数的情况来说是不实用的。所以既然DNA 在核苷酸的排列组合上面是有可能会出现不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想办法很简要的让这个不同之处能够显露出来，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如果以 PCR 来说的话，因为 PCR 可以针对我们想要复制的段落去设计因子。好，所以你因子设计好之后呢，它可能可以在我用几个表简单的段落表示 ，OK， 复制是从5宽往3宽嘛，所以现在假设呢，我现在用了某一对的头尾的因子的组合，然后针对某一个对象的 DNA， 然后来去做 PCR 的话，那因为因子的长度通常不长嘛，所以我上次有提到，以人体来说，人体的 DNA 的长度可能有上亿个碱基对，那在这么长里面，因子这么短的情况之下，难道这一对因子只会复制出一个地方吗？那不尽然，所以它可能呢，在 DNA 的这个地方呢，复制了一个段落，然后紧接着呢，在隔一个区域之后呢，这边又再度复制了另外一个段落，然后隔了比较远的距离之后呢，这时候再复制出一个段落出来。OK， 所以大部分的研究里面，事实上你因子的长度如果不是很长比如说大概在10个碱基到20个碱基这个范围里面，其实通常你 PCR 跑完之后，那个产物不是纯物质，那个产物其实应该都会是混合物，也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不同段落的 DNA。OK 啊，可是通通都是用同一组因子复制出来的，这现在跟你讲可能比较难想象，只好请你用那个
一亿个碱基对长度的 DNA 哈，然后比如说你有一个银子，它只有十个核苷酸，然后它要接上去能够吻合的几率有多高？其实还蛮高的。好，你一般来说的话，十个碱基对在一组基因组里面的话，复制出来的片段的数目可以达百个以上，啊，你就可以知道是这个几率还算蛮高的。好，所以很多的情况，除非你的 PCR 的因子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然大部分的情况，其实你可以是同一个反应里面，然后呢，同时复制出很多段的 DNA， OK 吗？所以那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说假设 A 这个人，甲这个人，他的 DNA 里面呢，总共在这三个地方因子都接得上去。可是到了乙呢，他可能因子在左边这一头或右边这个头，这一头发生了问题，所以他的因子就接不上去。我们就假设我们讲过的点图片里面好了，可能呢乙的 DNA 在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因为发生点图片的关系，他的核苷酸在这个地方的内容，因为什么插入、删除等等或者是替代。所以导致这个地方的内容发生改变，所以这时候因子是不是接不上去 ？OK， 所以假设乙在这个地方呢，它没有这一段，那我们帮它编号一下，这是第一段会复制出来的，这是第二段会复制出来的，然后这是第三段会复制出来的。OK， 所以当你去用同一组因子，然后去做两个不同的人的 PCR 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产物是不是有可能会不同？那这种复制的过程里面，你会不会知道在第一段的内容里面它的核苷酸排列组合？我们其实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当你把甲跟乙这两个人用同一组因子去做完 PCR 之后呢，甲可能可以复制出三个段落，但到乙的时候就只剩下一跟三这两个段落。OK， 可是那整个反应的容易产物它是混合物，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甲跟乙之间其实 DNA 上面其实是有一些迹象显示它是不同的，所以你要去想办法把两个人跑出来的 PCR 的产物去做分离分析。OK， 好，所以上次有讲到电影，对不对？没，好，那就等下要讲的。好，然后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先处理到 DNA 这个部分。好，所以既然 DNA 上面可能会因为核苷酸发生改变，导致因子接不上去，所以我们再去看限制片段独行性。PCR 的基础是在于你手边的 DNA 的来源受到限制，可是你又很需要大量的 DNA 去做分析，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用 PCR。 可是我们电脑过来看，如果你现在 DNA 根本就不缺，比如说它是一个活的植物，你只要把它的叶子取出来，然后经过一些萃取的手续，你就可以得到它的 DNA， 而且你拿到的还是原版的 DNA， 不是经过复制的， OK， 不会出错。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是不愿意找麻烦。OK， 好，就是你去做复制，你还要承受一个可能复制错误的风险，对不对？但如果我拿到的全部都是原版的 DNA， 其实你有另外一个替代的选择，就是用限制酶去切。好，所以假设呢，对甲这个人来说，限制酶呢可以切这个地方。所以假设对甲这个人的 DNA 来讲，你用了某一种限制酶之后呢，这个限制酶总共找到三个可以切的位置，所以这一切之后，它是不是总共会产生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第三个段落、第四个段落，切三个位置产生四段，对不对？可是等到了乙的时候，也许因为某个地方的限制切位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假设乙只能切这个地方，然后再加这个地方，所以他只找到两个可以切的位置。那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可能也是因为含氮碱基发生的改变，所以呢，现在限制酶这个位置他就不切了。所以对乙这个人来说，他的
基因DNA 拿出去被切的时候，相同的限制酶现在就只能切出三段，这样 OK 哈？好，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了解用这个方法笼统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个 DNA 上面的核苷酸的排列组合，对？可是我光是用复制的方法，或是用切割的方法，我就可以已经了解粗略的了解到两个人之间的 DNA 其实是有不同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那我们怎么样把这种用复制的方法或限制酶切割的方法，所显示出来的遗传上两个人之间或两种生物之间遗传上是不同的，让它表露出来。好，所以接下来看那个428、429这个地方，尤其是428页这边。所以现在我们手上有一个溶液，里面是混合 DNA， 然后我们想要把这个长度或分子量不同的 DNA 做分离。那他们开发出来一个非常普遍的技术，这个大概只要是生物或化学相关的，应该都有机会会做得到。第一个，我们要先做一个胶体。然后它大概像什么样子呢？就是果冻。因为它有两个常用的材料，其中一个呢是用琼脂。OK， 琼脂基本上就是你把它这样想比较快，它就是一个再纯化过的洋菜。各位一般食用的洋菜，食用洋菜基本上就是从藻类取出来之后，它是粗萃取物。那琼脂的话，就是我们只需要那去除掉一些我们不需要的杂质所以它的纯度会比较高。所以到时候做出来果冻，那个里面的组织就会比较细致，就这样子也比较均匀。然后第二个呢，这比较毒，所以将来如果你们做到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就是聚丙烯酰胺。它的粉剂吸入性会有致癌，所以一般都是在抽风柜里面处理这样子好，所以这些材料，因为用洋菜比较好讲做洋菜的时候，我们不是把那个洋菜先煮化，然后接下来降温，降温之后它不是凝结成那个凝胶，对不对？果冻其实是一种凝胶嘛，对不对？那凝胶我们大家会觉得它有点扎实，可是你起码知道，是你在做果冻的时候，你那个洋菜根本不用放很多，然后最后它就是可以形成像一个固体的东西，所以它其实里面是饱含水分的。OK， 第一个我们需要这个条件，但我们要的不是它里面只有水分，我们需要的是它溶解电解质，所以它要必须是有带电的能力。然后接下来果冻的里面像什么呢？果冻的里面它就像一个细致的海绵一样，所以上面里面呢有大大小小的洞。那如果你用琼脂或聚丙烯酰胺的话，有个好处，就是它里面的洞呢会比较均匀，纯度越高，那个做出来的效果越好。所以你想象它基本上就像一个海绵一样，这样 OK 吗？那两个的差别是，聚丙烯酰胺它那个洞可以比较细致，可以更小，所以如果你要做比较精密的分析，通常还是逼的要去做选择这个。那如果你是分析比较粗犷一点的话，倒是可以用琼脂。好，那我们现在呢，假设用那个琼脂的话，你现在把琼脂做好之后，然后用一个一个方格子的那个盘子，然后呢把那个琼脂煮完之后，就把它倒进去。倒进去的时候，利用一点小技巧，我们刻意让这一片琼脂，大概这么厚左右。0.5、0.8，然后最后不要到1公分，1公分有点太厚，大概0.5、0.8左右，然后刻意在这地方留下几个小格子，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把 DNA 的像 PCR 做完的那个产物的溶液，然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格子里面去，
OK 吗？然后接下来，因为现在我某一个试管里面的 DNA 其实有好几种片段，然后它的长度也不同，那分子量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干脆让这些不同片段的 DNA 到这个有障碍的环境里面去游泳。OK， 所以胶体提供的是什么？胶体提供的是孔隙。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将，比如说现在有几个人甲、乙、丙三个人的 DNA。然后我们用同一组因子分别去复制，复制完之后呢，会各自有甲的产物、乙的产物、丙的产物，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格子里面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让这些 DNA 一起去赛跑。可是因为 DNA 的长度反映出分子量，所以长度比较短的，它的分子量就比较小 ，OK 吗？所以如果它进到一个有障碍的环境里面去跑的话，那它应该会跑得比较快，跟谁比？比如说像第二段这个 DNA 这一段就很短 ，OK， 那第一段就比较长。所以如果你让这两种 DNA 有机会在同一个环境之下去跑步的话，那个分子量比较短的，它会跑得比较前面；而分子量比较长的，它就跑到比较后面。所以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把混合物分离了？你看，这个技术基本上就还蛮聪明的。好，然后所以现在问题是 DNA 为什么听你的话要跑？而且 DNA 为什么通通往同一个方向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胶体我们必须要把它泡在一个它的容易条件，基本上第一个它必须是缓冲液。生化的实验都很怕你的反应前后 pH 值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让它是一个你不管怎么玩，它的 pH 值都是在小幅度的变化范围啊，这个是生化实验要求的最起码的原则。再来第二个，因为 DNA 跟蛋白质一样，你只要给它适当的环境，它就会带正电或负电，所以我们就刻意给它一个 pH 值大概约略大概 8.0 左右的环境，让DNA 变成带负电，所以接下来就做一个这样的简单设计。你在这片果冻的尽头这个地方设计，这边放正极，然后放 DNA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起跑点，这边呢你就放负极。OK， 所以它现在会有一点像是我讲水平式的。这是一片胶，然后我外面再弄一个容器，这容器里面就是放缓冲容易，你把这整片胶呢就摆在进到那个缓冲容易里面去，然后这边是格子，然后这边拉一条白金电极，这边拉一条白金电极，这边当然是正极，这边当然是负极。OK， 我把我反应完的那要分析的样本在这个格子里面放进去，一通电之后，这边是正极，这边是负极，所有 DNA 往那个方向跑，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只要让这个胶体整个泡在一个电解质的环境当中，让它可以导电 ，OK 啊，然后刻意让 DNA 在那个环境下，我们设计的环境下，让它是带负电，所以它就往正极跑了。你看，所以如何分离？刚讲的，回到这个很重要的是，你选择的胶体算是有一点重要性。OK 啊，这个胶体其实它提供的就是一个障碍孔隙，所以那个短的 DNA 钻的就很快啊，然后长的 DNA 钻的就比较慢。所以现在假设。经过一定的时间，这个条件大家都还歧视，你要知道它的原理，就是胶体很重要，缓冲溶液的条件很重要，然后要给它一个电场，所以我们一般是直接给一根白金电极，很贵，一根白金电极，然后头尾各就是一个正极一个负极，那这样可以营造出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它的就是同一个水平位置的电场是相同的，那可是它的电场方向呢，是由那个起跑点往那个尽头的地方。好，所以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之后，以甲这个人来说，他的 DNA 经过我们 PCR 复制之后，总共出现了三段，一最长，二最短，三是第二个，对不对？所以预期他应该会出现这样子，一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因为他最长，所以跑最慢。跑最快的会是二，因为它最短，所以我们假设二有机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是三，三比二还要长一点点，长一点点，所以假设三会出现在这边。OK， 你让它进入跑道之后，
跑的前后的顺序决定于它的长度，长度就等视同于约略等于是分子量的大小，所以现在的重新的顺序是一在这里，你看到，然后呢，这个是二，然后这边是三，所以你在电泳的过程当中，在带电的电场里面游泳，好，所以一二三的顺序，它在电泳跑完之后的顺序，不代表它在 DNA 上面的顺序，好，这点很重要哦，好，所以假设甲 PCR 之后，我们透过电泳分析分离 DNA 的产物之后，确认我们总共复制出三段 DNA， 这三段 DNA 回到它真实在 DNA 上面的位置是哪里？不知道。万一你有复制100段的话，那更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有3段都已经不知道了，100段更不知道。所以它先说次序关系，我们无从掌握。OK， 可是刚讲，假设以乙来说的话，乙在二号原本第二个段落这个地方呢，好，甲是可以被复制出来，可是乙呢，在引子接的地方出了一点这个差异性，就是它可能刚刚有删除啊、插入、取代。哦，然后导致因子接不上去了，那因子接不上去，这段就没被复制出来。所以对乙来说的话，我就可能可以看到13不能看到2，所以一会出现，然后呢，3会出现，然后2不出现，这样可以理解吗 ？OK， 我有没有去知道 DNA 上面核苷酸排列组合？没，可是。我能不能透过这个方法就已经可以确定甲跟乙在遗传上一定是有差异，可以理解吗？那如果我们用比较粗糙的来说的话，甲跟乙之间，因为总共应该要复制出3种 DNA， 结果呢乙只复制了其中2种，我可不可以以这个结果来论断甲乙之间的遗传差异是1/3，或者是甲跟乙之间遗传的相似度是2/3，对吧？哈，可是人跟人之间呢，甲乙都是人，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同质性只有2/3，这已经接近人跟那个老鼠，甚至于那个再低等一点的脊椎动物的等级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数字就有点粗糙，所以你怎么样逼近？那个相似度或相异程度比较接近人，因为人是一种生物的话，对不对？同种生物的遗传的相似程度应该有高达99%以上，这看起来比较合理。所以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你用一个因子不够，你可以用10个因子，10个因子你搞不好就可以有上100个片段的 DNA， 对不对？所以只要你复制出来的段落越多，最后你分析出来的结果就会越接近事实。我仍然不知道 DNA 上面核苷酸的排列组合，可是我透过一个比较捷径的方法，也一样可以比较2个人之间遗传是不同的。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技术的应用吗 ？OK， 所以有一天，假设我们真的想要充分了解人跟黑猩猩之间到底有多相似或有多不同，对不对？好，那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我是不是也可以用相同的这个方式？那就是说，你要了解的越透彻，那你就是想办法用多一点的因子或短一点的因子，复制出更多的这个片段的 DNA， 然后进入分析，所以你得到的结果就会越接近真实状况，就这样子而已。OK， 那所以如果你偷懒，就这样子。好，所以这种东西它的应用之一是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可以用来做遗传变异的分析。那这个遗传变异的分析，你可以是同种生物，比如说台北人跟台中人，在遗传上有多不同，你可以比较群体，OK吗？然后所以可以从个体到群体到不同种生物，这些等级基本上都可以用。好，然后接下来拿一个连续剧的例子来谈，就是生出用来鉴定个体之间同质性的这个鉴定，然后常用的一个就是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里面，他们在确认歹徒到底是谁的时候，这个可以当作一个佐证啊。然后再是连续剧很长晚的那种亲子关系的遗传鉴定。OK， 所以假设我们用个比较粗糙的，这样比较快一点啊。现在呢，甲乙是可疑的爸爸，然后现在有个儿子要认亲。讲连续剧不是每次都玩这招吗？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呢，首先你得先确定一件事情，啊，你已经把范围缩小到只剩下甲跟乙，应该是其中一个可能是爸爸，啊，因为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真正去分析核苷酸的排列组合，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小孩子，然后要去找爸爸，但是完全没有概念谁。哪些人可能是他爸爸的时候，你不能来玩一招，把全台湾的所有男生全部都抓出来，然后去玩这一招，你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这一筛选之后，可能有几百个人都是他爸爸。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捷径，只是有一个粗糙的比较，还不到去深入了解那个核苷酸实际的排列组合，懂吗？啊、嗯，所以如果你真的玩这一招的话，就是为了找到很多疑似的爸爸，最后还是不知道谁是爸爸这样。OK 好，所以连续剧里面，幸好通常那个可能爸爸的对象大概都还蛮明确，就是那个几位。好，所以现在假设呢，甲乙是可疑的爸爸，然后呢儿子要来认亲，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三个人的 DNA 取出来之后，用相同的因子去复制，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就发现那个甲乙跑出来的 DNA 的产物是这三种，条纹的分布是这个样子。如果儿子跑出来呢，也是这样子的话。哦、前提你已经很肯定甲乙的之一应该是爸爸的、哦、所以这时候应该就可以确认那个真正的爸爸应该是甲，这样可以理解吗？ OK、哦啊、或者还有一个情况哦，因为儿子是不是还有一些一半的 DNA 是来自于妈妈，所以乙搞不好跑出来还会有一个情况哦，就是这边多一条，那没关系，因为比来比去的话，它跟甲的同质性还是最高。你看啊，所以儿子跑出来的遗传，它是经过有性生殖产生的，所以它的一半遗传物质是爸爸贡献，一半遗传物质是妈妈贡献、哦、所以它不竟然一定需要跟真正的爸爸完全相同、哦、但是那个关键特征一定要相同，这样可以吗、哦？所以这是玩亲子鉴定啊，可是。你看那个图，一般人看不懂，所以只好他们就把它换算成什么？所以后来不是每次都会把它换算成有没有？就是那一张纸，每次印象都很深刻，就一个大大信封袋，然后一张纸抽出来，然后最下面有一行经过什么什么鉴定，然后有一个结论，有没有？什么同质性高达99.96%啊那种的，有没有？所以这是换算出来的数据，就是依据类似像这样的资料换算出来。对啊，所以其实你也看到，反正99.96%，就完全充分显示出人跟人之间遗传的相似度有多高。OK 好，那这种其实这种分析还蛮贵的，啊、哦，因为它还要用很多因子，然后复制出很多的片段出来 ，OK 啊，然后再去做分析，哦、所以收这个钱也不竟然是不合理的、哦、但是如果你将来那个，闲闲没事想要开一间公司做专门做这种事情也是可以的，说真的，哦、OK， 这样 OK 哈、哦，所以你可以替换一下，这我就不换了。所以假设你的 DNA 的来源绝对充足，完全没有材料缺乏的问题，你用原版比较单纯、哦、所以有一个技术就是叫做 RFLP， 它就是利用限制酶去把原版的 DNA， 因为你原版 DNA 的量已经非常充足了，所以你就直接把原版的 DNA 去切，然后切出很多段，然后切完的段落再进到电容里面去分析，我是不是一样可以跑出很多的？所以你看那个429的上面有没有？你像限制酶切完之后，进入电容去跑，一样可以跑出很多的段落、有这种条纹的分布的形式，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你再依据这一些资料，再把它量化、用数字的方式去呈现这之间到底有多相同或多不同。OK， 所以电容的分析 的东西、这些成分，它的来源，你今天可以是像这个 PCR 的结果，也可以是用限制酶切割之后的片段的结果。OK， 事实上还可以做一个，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把两个人的血浆蛋白不是种类很多吗？对不对？血浆蛋白是不是也可以某种程度反映出两个人在遗传上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把血浆蛋白去除掉你不想要讨论的对象之后，你把血浆蛋白拿来做蛋白质电泳，很有可能也可以显露出两个人在遗传上的不同。OK， 这个时候就变蛋白质电泳。OK 啊，但最早提出这样的一个分析概念的人，后来他把它，后来我们把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不管是不同分子量的 DNA， 或者是不同分子量的蛋白质，你现在进入电泳分析之后呢，我们可以轻易的将混合物，然后就把它妥善的分离开来。而分离开来之后，这些条纹的分布方式，它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手掌上面的指纹一样，每个人都会具有独特性，因为这些 DNA 片段的存在，就反映它的 DNA 的内容。OK 啊，所以如果你用的因子越多，复制出来的片段越多，那你解读出来的这个人的遗传的详细程度就越高。OK， 然后所以呢，越能够显示出这个人遗传上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就把类似像这样子透过电泳然后呈现出来的这种遗传上的分析，就把它称之为写在哪里？写成我们就把它称为 DNA 的指纹分析。所以不是真的在做指纹，而是我们把电泳之后这些独特性的条纹的分布方式，包括种类，包括数量，包括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不同，把这样的一个分析比较，把它视同为像是比较两个人的指纹之间的差异一样，所以把它叫做 DNA 指纹分析。所以 DNA 指纹分析在将来的应用面一定很广，你看连续剧老师玩这招但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应用，就是什么？除了像这样的之外，我们可不可以拿来找遗传疾病的基因 ？OK， 可不可以拿来找癌症的基因？对不对？假设我们已经确定癌症基因的属性的话，刚讲因子的设计的问题而已。如果你很确定那个致癌基因，或者是罹患某一种遗传疾病的基因的因子需要做怎么设计，那你就只用那样的高度专一性的因子去把那段复制出来做比较，我们就可以鉴定这个人他或他的后代罹患遗传疾病的可能性，可以去做评估，对不对？然后甚至于可以去知道这个人罹癌的风险程度高不高。但如果将来真的医疗的检验上走到这一步的话，恐怕会衍生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保险公司会不会以后要求你先做完这个？以前都只要你填，比如说家族病史那种的。然后个人以前的生病记录，类似像这样的很粗糙问题下而已，所以像这样他们也很担心，就是说一旦有一天我们的分析能力深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会不会保险公司就要求你一定要先出具这样的证明，然后他才愿意让你投保，可能最后都会让你保，但是保费会差很多，这个影响就很大，好，所以这个就是 DNA 指纹分析，没有问题。介绍过，接下来看430页，复制动物技术的例子。OK， 这是早先发展出来的，现在的复制技术已经快要走入下一个阶段了，所以这个技术算是比较入门级的。它算是有点投机取巧。怎么投机取巧？我们等一下再把那个重点点出来。第一个。现在呢，有一头白羊 ，A 的白羊是我们要复制的对象，所以看那个430页左上角下面那张图左上角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复制的对象是它，所以你就要去取得这一头要复制对象的体细胞，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体细胞。可以拿到完整的基因组，人身上或某一个人身上的细胞核当中的所有基因叫做基因组，然后所以透过这个体细胞的取得，我们就可以拿到完整的基因组，所以依据这个基因组，我们就有可能可以重现这个个体，复制嘛，好，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因为正常的有性生殖，以动物来说的话呢，是精卵结合之后才有受精卵，受精卵再发育成初型胚胎，胚胎发育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产出，然后再继续发育成熟，基本的过程是这样子。好，可是我现在要复制，所以取捷径的方法就是，那我可不可以产生一个受精卵，而这个受精卵的遗传物质跟我要复制的对象是一样，这样 OK 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遗传上要解决的方法就是你要从体细胞取得基因组。好，困难点在于，可是这个体细胞它没有细胞分裂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细胞有细胞分裂的能力。目前已经知道谁有细胞分裂的能力，能够诱导细胞分裂的那些相关的因子，我们不是真的完全清楚，但知道这个细胞手上有。卵细胞，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卵细胞的细胞质来提供，写简单一点，你可以写细胞分裂因子，那些能够引发细胞分裂的因子，好，可是为了要造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这个卵我们并没有要它的遗传物质，好，所以这时候呢就找来一头 B 羊，然后它是一头黑羊。好，这样在遗传上对比就很强烈了。好，所以接下来呢，这个卵细胞要先经过去核。有一种技术我们以前介绍过，叫显微注射。你就是用一个显微注射针，非常细的针头，然后戳到那个细胞里面去，去把细胞核给吸掉。所以这时候这个卵就会变成是空壳子的卵。好，拿着这个空壳子的卵，再去跟那个由 A 羊取下来的体细胞去进行。细胞融合，所以你只要把这两颗细胞靠在一起，然后利用电极的方法去刺激，趁它细胞膜受损的时候，两个细胞就会变成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融合细胞。OK， 所以这个融合细胞它的遗传物质谁给的 ？A 羊给的。OK， 我们所需要的分裂因子，细胞分裂因子谁给的 ？B 羊给的。OK， 所以这个细胞会有一点点近似受精卵，但它基本上就是不是用受精产生的。受精卵拥有成对的染色体，然后拥有细胞分裂所需要的因子，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找一个代理孕母，所以这时候呢，找一个 C 羊，这个 C 羊呢，再找一个性状对比比较强烈的，免得会有那个鉴定上的麻烦，所以这时候找一个黑羊。黑羊生不出白羊，所以这个时候呢 ，C 它只是一个代理孕母，所以把，融合细胞，糟糕，少一个步骤，要先形成早期胚胎，我们先让它发育变成早期胚胎，然后在早期胚胎再植入到西洋的子宫里面，然后让它去着床。OK， 所以假设 到最后呢，这个生产，然后产下了一头白羊，大致上就可以确定这头白羊不是黑羊的后代。OK， 你可以在这做详细的遗传上的检验，确认白羊真的跟一开始的 A 羊遗传上是相同，这时候复制就成功了。所以陶地羊的复制基础就是在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技术这样整个看起来它是有一点偷机取巧 ，OK 吗？因为它现在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很肯定，就是说我到底要掌握哪一些化学因子才能够促进细胞分裂，可是你整个受精卵的胚胎发育过程又需要这些细胞分裂的因子，懂吗？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够破解的话，基本上就真的可以拿干细胞。对，你拿干细胞，然后把它抽取出来之后，然后想办法去刺激它分裂，也可以形成早期的胚胎。所以为什么干细胞研究后来这么红，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有点过，算是有点小过时的。所以后来有复制牛、复制猪、复制老鼠等等，都是仿造类似像这样的架构。但将来复制动物、复制器官，恐怕会走向另外一个阶段的层次，而干细胞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所以那个日本那个干细胞的伪造的研究为什么这么受到瞩目，就是因为它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干细胞。
OK， 这样就是全部的内容了。嗯，啊。